如果你不会煎牛排的话，一定要试试像我这样做。切好丁的牛排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去腥入底味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淋上一点油，这样子牛肉会更多汁。将蒜、洋葱炒香，再铺上金针菇、胡萝卜丝，加入一点清水，牛排先焖着。芒果切丁，打成芒果浆。提前冻好的牛奶敲成牛奶冰沙。自己做冰淇淋的好处就是吃起来会更放心。牛排焖好了，喜欢吃辣的撒上一点青红椒，和正常做出来的牛排完全不一样，不仅更入味，而且也很多汁，搭配着芒果牛奶冰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